随处可见的瓦楞纸箱，艺术家钟凯翔做成拟真的大型艺术品，还将动物身上的肌肉纹理层层包裹，展现力与美。反向学做剥皮辣椒的林承安，把阿姨的私房酱料卖成全台知名的花莲伴手礼，打响知名度。客家妈妈杜纯宇为了家人健康，学做手工皂，把自种的红球姜打成植入皂，让红球姜皂获得桃园好礼肯定。请锁定本周日的台湾真善美。